請問你哋係咪傷者家人啊？唔係，佢得一個爸爸，但係爸爸唔喺香港。我哋佢同事係警察嚟嘅，傷者而家嘅情況究竟係點啊？傷者身上有唔同程度嘅傷口同埋骨折，好在嘅係冇造成太嚴重嘅傷。不過佢曾經短暫缺氧，所以需要醒翻之後等我哋觀察下，睇下冇啲咩問題同埋後遺症。另外，傷者曾經被人性侵過。我哋可唔可以探佢啊？佢仲未醒，阵间会有人咧送佢上病房。我建议你哋俾啲时间佢，等我休息下先。哥，你傻咗？你想公道私仇？你睇啲人道啊！我杀咗何成天，佢挂埋冇计嘅。周柏你，你警察嚟噶，唔系张英雄啊！你冇罪。Jet 同佢事，大家都难过，好想帮佢报仇，但系唔系好似你而家咁冲动。我真系冇用，呢个时候物业都帮唔到商道。你讲噶，有八成人因为情绪做决定而后悔噶嘛？我唔应该放开佢。我应该日日都黐住佢，保护佢，佢就唔会俾班衰人糟蹋，所以都系我去做。哥，而家唔系认错认输嘅时候啊 ！Shadow 佢而家自己一个人喺医院，佢等紧你去揾佢噶。Shadow， 你去医院陪住 Shadow， 其他嘢交俾兄弟去做，将财经嘅发散晒揾亨少。至於康盛天，我應承你，我一定唔會放過佢。我哋會拉到佢噶，故事啊！日前已經揾翻兩名失蹤嘅女警，對於今次綁架、嚴重傷害警務人員嘅事件。我哋警方表示憤怒，警方已鎖定呢三名涉案匪徒，包括通緝犯霍展亨同埋另外兩名外籍人士。上述三個人均為極度危險人物，警方懸紅100萬，呼籲所有市民如果有佢哋嘅消息，請立即通知警方。唔該曬咁多位，張 Sir。張 Sir 可唔可以講一講兩個女警傷勢點樣？咁都俾人捉走，係咪佢哋太渣啊？嗱，我知道你哋好多問題要問。不過你今次俾人明探阿薇，係咪有人失職？邊個需要負責？我哋首要任務係要捉拿匪徒歸案，因為佢哋唔單止公然挑戰警方，更重要嘅係佢哋會危害到市民安全。而受傷兩位警員喺冇裝備之下被匪徒偷襲，做出呢啲咁惡劣行為嘅人先需要負責。我哋一定盡快捉到佢哋，交俾律政司處理，將佢哋繩之於法。戇居，有本事就唔會俾天哥玩到你陀陀零啦。蠢人唔知点解系中意同蠢人一齐玩，自作聪明嘅猪，又系猪，唔犀利佢哋。Cheers。Cheers。Shadow。Shadow。你冇事啦，有你喺我身边，我点会有事啊？sorry 啊，唔开心嘅嘢，我哋唔好讲。我失咗你好多好嘅嘢，女女啊，喺未来嘅日子，你可唔可以做我男朋友啊？
可以。你要我做乜嘢都可以。醒翻，你终于都醒翻，你点啊？你觉得点啊？你走，我唔想见到你。